在香港买楼，你的业权只是去到2047，但是买泰国楼原来可以永久拥有，私有产权得到最好的保护，还可以留给下一代。而在泰国买楼都要懂得选的，面向世界的曼谷湾湾科地皮大部分都是皇家资产管理局拥有，很多物业只是得 leasehold 租赁业权，永久业权很难找的。大家等了咁耐咧，湾湾科终于有一个全新的永久业权项目推出，讲紧嘅就系 Life 湾湾科亚属啦，由泰国十大发展商 AP 泰发展。呢、这个发展商最叻就喺市中心拣最好嘅地段，而且好多项目都较近 CBD 区嘅。今次 Life 就火拍咗日本嘅著名发展商三菱地所，而佢嘅强项就叫做都市再生，代表性嘅项目包括东京半岛酒店、横滨地标大厦、东京大厦，连我哋香港人成日去嘅御殿场 Premium Outlets 等等，大家都会知道啦。品牌概念咧系相伴一生，同我哋今次嘅主题 One Bangkok One Life 不谋而合啦。咁我 Doctor Wing 咧点解要建议大家买 AP 嘅项目呢？因为有升值同埋租务嘅保证啊嘛。首先讲下 AP 嘅中高档项目 Rhythm 系列。第一个项目咧就系喺富人区铜锣 BTS 旁边，叫做 Rhythm Suburban 36-38。而另外一个咧就喺 Egamai Gateway 商场旁边，叫做 Rhythm Suburban 42。另外喺 Suburban 63街咧有另外一个项目 Rhythm Egamai， 两个项目咧都系靠近 Egamai BTS 旁边嘅。我哋帮好多业主做足一条龙服务，带出 Ready to Move In 嘅感觉。喺呢个区域咧，项目嘅租户咧嚟自世界各地噶。我哋好多嘅业主咧都租咗俾日本嘅客人，租咗俾日本嘅客人咧，对业主嘅回报咧非常之理想噶。交租咧唔止准时，仲有机会系早交租添。住完间屋咧，完咗租约交翻俾你之后咧，间屋好似新嘅一样，冇住过咁噶。而 Live 嘅系列咧，好多时候系一个大型嘅发展项目，最特别嘅地方系价钱实惠，带出奢华嘅感觉。而 Live 嘅系列咧，话到俾你听咩叫做靓积。好多时候咧，你买三十几平方米都好啦，入到个单位咧，好似香港五六百尺嘅面积咁。而 Live 咧，仲有一个好成功嘅项目，就喺 Wireless World 叫做 Live One Wireless。经我哋买咗嘅业主，我哋360嘅售后服务，帮佢带出 Ready to Move 嘅感觉。去到呢一刻啊，全部单位已经租出晒啦，仲有位处高铁区最新开嘅铁路站，其中一个咧就系 BTS High 一立跑。另外咧，仲有 MRT 柏翰油田嘅转车站，有一个好成功嘅项目叫做 Life 立炮，位置咧相当优越噶。经我哋买咗楼嘅业主咧，都已经全部租出晒咯。咁其实我哋建议买家买 Life 嘅项目咧，都有一定嘅标准噶。就好似今次有一个机会 Life Rama 4亚属，因为佢嘅位置同埋独特性，所以喺呢个时候大家密切留意啊。而且我哋系全港首创嘅曼谷睇楼团。我哋有大量嘅客户揀咗 AP 旗下嘅优质项目，佢哋嘅位置同埋性价比都得到我哋客户嘅广泛认同。另外一个项目咧，其实喺湄南河嘅西面，靠近沙塘呢个 CBD 区，叫做 Life 沙塘 Sierra。我哋将呢个性价比极高嘅项目咧，推介俾好多香港嘅朋友。当时我哋公司嘅销售成绩喺发展商 AP 嘅数据里面，更加系一时无两。呢个项目最特别嘅地方咧，系有大量嘅绿化空间。仲有一个特别设计嘅缓跑径，制造一个超具规模嘅绿化恬静环境俾住客享用。除咗之外咧，仲有一个100米长嘅游泳池。呢啲嘅配套咧，加上靠近 BTS 塔纳铺旁边，成为我哋推介俾客户嘅理由。另外，位处市站附近有一个 BTS 站咧，叫做 Rajtery， 佢旁边咧有一个项目叫做 The Address 市站 Rajtery， 呢一个系 AP 其中一个最高端嘅项目。附近咧仲有好多外国人聚居。另外咧喺 Suburban 63街咧，我哋都介绍咗将会成为收租神器嘅项目 Rhythm Egamai Estate， 位处 Egamai Suburban 63呢条街，经过旁边嘅Suburban，经过咗 Donkey Mall 咧，好轻松就去到铜锣嘅位置。点解我哋推介呢个项目呢？因为性价比极高嘛，因为铜锣嘅位置咧卖紧咧都要去到30万泰铢一个平方米。但是数分钟步程的这个项目只是卖17-18万泰铢一个平方米，所以我们觉得它的租务竞争能力在未来和个升值潜力都相当可观的。今次这个 Life Rama 4亚属项目将会是我们今期的重点推介，配合我们泰国团队360全方位的售后服务，带出 Ready to Move In 的感觉，将可实现你先收租后退休再永久拥有。
One Bangkok One Life Life One More Four 阿叔將會在10月第一個星期有項目資料推出，我們致業飛航當地的團隊會和大家第一時間分享示範單位的片段，想了解更多呢，立即致電5616-1928登記，我們的分享會攞更加多的資訊，還可以即場預售登記，和我們致業帶給你頂級的優惠，千萬不要錯過啊。如果各位觀眾有什麼想問呢，可以在我們下面留言給我們知道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泰國的生活資訊或者泰國樓市的發展，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，按在旁邊的鐘仔。如果我們有最新的影片，你們第一時間會看到的了。記住 share 給身邊的好朋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